半夜还是早上？重点是东山没有东西吃的，是晚上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妈妈，妈妈在一起，所以是马上又要再去搭飞机，是不是？是 APA 吗？那现在是五点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又要再去搭飞机了，不知道是吗？我们就在这里。先给我们去吃。对嘛，食物呢？快点！我要吃食物啊！我要两份飞机餐。你要来这里吃飞机餐？那给我一条法国面包。